帮我个忙呗。 在他门上坐着，我差点没把你认出来。道恩，不言谢。叶小姐，你这逃婚还是去结婚啊？咱俩最好不要见面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我来了。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自己走路不看路，算我了。在我们那里哦，开心要辞了，不开心也要辞了。 最受不了辛辣我！李泽南就是薛！我薛！我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男人！李泽南，你差不多行了。都故意盘了你！你知道哪儿是包袱吗？你要让你满意的呀。我跟那个叶璇是什么情况吗？除了交房租之外，永远不要相见。求之不得，我们就是甲乙方的关系。 他是甲方，我是乙方，那我就听他的话。那不就是我和老伴儿这种关系吗？哇，这人还真是傲娇。现在的小姑娘脑子里面都在想什么？小心！这个人好像也没那么差。这么快就忘了被恶魔甲方虐待的日子？姐姐，我现在才是正儿八经的甲方。